即場同對方做一件離譜嘅事。咁益我？你接受嘅程度可以有幾大？有幾多離譜啊？十小離譜定係十？定係勁爆辣？勁辣離譜！勁辣離譜啊！可以。離譜。勁辣離譜，我就離噶啦喎。好啊。我唔肯。评论太多，如果想快乐，比稀罕赞同，能跟你在荆棘中抱拥，就算伤都也不痛。耶！今日呢个绝对唔系噩梦嚟噶，今日呢个系美梦嚟嘅，因为有 Kiri 上嚟我 channel， 欢迎晒。嗱，规矩咧就都系好简单嘅啫。阵间我哋镜头后面杀手先生咧，佢就会问我哋有十条问题嘅。阵间我哋边个猜输，饮一啖，答一题。今日我哋呢一集咧，就因为嚟紧 Kiri 去开 show， 要养住把声，我哋今日唔饮酒啦 ，OK？ 酒我带咗喺身噶，我带咗喺身噶，我唔倒出嚟。今日我哋趁翻 Kiri Tea， 我哋饮。奇异果汁嘅，系饮杯先。饮杯。系一二三，我赢。Kiri 答先，好，第一题。第一题，你为中意嘅人做过一件最离谱嘅事系？唔会就系写嗰首歌啊嘛？写首歌呢啲我唔觉得。写首歌唔离谱。系啦，唔离谱啊，呢个真系唔离谱。为中意嘅人特登飞翻香港咯。你因咩事咧？个触发点系点解要专登由美国飞翻嚟香港咧？点解会问呢啲问题嘅？嗰啲濒临呢啲分手边缘要翻嚟睇下 cool 唔 cool 到？哦，都系嗰啲啦，即系唔飞翻嚟就市场恶梦嗰啲咯。系唔系都市场恶梦嗰啲？包剪得，包剪得。嗯。我谂住用上次 MC 个招，系唔系都嗌咗揼先？点知 OK 输好。嚟啦！你嘅第一题系即场同对方做一件离谱嘅事。咁益我？你接受嘅程度可以有几大？有几多离谱啊？十小离谱定系十？定系劲爆辣？劲辣离谱。劲辣离谱啊！可以。好。劲辣离谱，我就离噶啦。好啊。我唔敢。我原来会俾女仔大到噶，会系啊。我乜都得噶，你嚟啊！三部機影住你，夠膽就嚟啊！係啊，我覺得要挑戰一下 Kiri 嘅耳膜咯。你不如同佢唱佢首歌啊，離譜嘅事。嗱，睇下你係咪真有聽的歌啦？好離譜啊！呢件事真係，我你支麥嚟。你會幫手綁住我啊嘛？可以嘅。是場噩夢，我仍然揀你，金子都沒用。尽情失控，离谱的理论，世人永不懂。评论太多，如果想快乐，比稀罕赞同，能跟你在荆棘中抱拥，就算伤都也不痛。Yeah!希望大家覺得不要那麼離譜呢件事。多謝你貢獻你的歌喉。好啊，第三題，包剪。哎呀，好長啊。包剪得。不要笑啦，我包剪得這麼差嗎？那五句是用英文說比用中文說更好的說話。即有些說話是用英文說沒有中文說那麼尷尬。How are you？ 算唔算噶？好尷咩？仲Hey guy 咩？What's up man？ 第二句咩話？Hey guy。H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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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uy。佢咪譯咗做中文？尷尷呢一句真係尷咩？呢句第四句係I miss you。嗯。同埋 I love you。Agree. 最緊要 Kiri 收貨就得噶啦 ，OK 啦。三二一，哎呀，點解你命運係咁樣？你每次上嚟 Warner 都會有一個咁樣嘅磁場。我懷疑你，你每個人係能夠入到呢間公司第一件事就係猜包剪得贏，猜包剪得贏都華納高層先至可以有機會入嚟做歌手。
我哋就把呢個喺嚇合約嘅條件第一係唱歌才華全部次要，首先包紙揼要贏。傷心時候最怕聽到嘅三句説話，三句説話，你唔好唔開心啦，冇乜事啫，我仲傷心過你啦。好憎聽到呢啲。雖然明白可能有啲事情係對方仲比你大件事啲。但你嗰下講出嚟係真係好傷人嘅，反而係新就係新啊嘛。係啊，其實大家唔係想聽啲乜嘢，純粹係想啊有個人陪你，但係唔係要聽啲咩 advice。係，認同。OK， OK， 好。三二一，哎呀，我終於贏翻次啦！好，好，號俾你，號俾你。講一個奇怪嘅習慣。其實如果在屋企啦，冇人睇到嘛，我會無端端踩只腳喺張台度咯，好 random， 即係咧，呢個係有啲奇怪嘅，腳踏喺張台度，條筋好緊啊，之後就會無端端壓壓你唔揀去 gym room 做下運動咁樣，咁要行落去嘛，但係如果你喺屋企，咁你張即係張台喺隔離啫嘛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哎呀！打和啦，哎呀，我哋终于打和啦，旺啊，系啊，我签入华纳在望啦，我 feel 到，系啊，个势嚟紧啊，啱就系嗰个 audition tape 咯，系啊，唱歌，系啊，又唱埋歌，而家包剪揼又赢，追唔追求一夜成名咧？唔追求，我觉得首先要 define 下一夜成名，如果唔一夜成名系咩？应该系即系一世都唔红咁，咁我计紧一夜成名啦，哦、慢慢咁样。慢慢升上去，第一話是突然間一晚之後瞓醒個覺，咦，爆紅，我好紅喎、啊，多咗100万個 follow 啊，係，咁我一定我會揀慢慢升上去。你去到一個好高嘅位置，其實有好多嘢你要 handle 噶嘛，咁、如果你唔係慢慢升上去嘅話，好容易，我唔知道好似好容易會黐線咁樣。咁但係今年突然之間你嘅歌曲，即係我會覺得，因為今年你嘅廣東歌出多咗啦。突然之間亦都係讓到多咗好多本身可能未必有聽過你嘅作品嘅，多咗認識知道 QVT 邊個啦，會唔會就係有呢種感覺咧？可以認識多咗好多新嘅聽眾 ，followers 多咗好多，你嘅聽眾多咗好多，演唱會飛哇好快就爆曬咁樣。我會形容係慢慢上去，咁而家呢個位置都係一個慢慢上咗去嘅位置，咁當然係有轉捩點，轉捩點就係至少仲有件尼普的事啦。自唱噩夢。我仍然跟你今次都没用。我其实我不觉得哇我爆红了，其实有没有。但是这首歌突然之间哇去到几百万点击这样，会不会觉不觉得是一件离谱的事啊？我都觉得的，但我没觉得自己因为这首歌真的很、即很成功这样、但我觉得这首歌自己很成功，我很开心在这个MV 好多人睇咧，係我哋即係我同團隊，我哋一齊 jam 呢個 idea 出嚟咧、我都好 proud of 我哋。個頭盔咧，邊個諗啊？個頭盔就係我。你諗嘅。係啊，但係我係嗰啲咧，好 random， 我要做太空人咁樣啦，我要戴一個頭盔咁樣啦。大家而家睇呢個 MV， 輪到啊，後面嘅小巴去邊我都記得啊。小巴都好好啊，係啊，得好好啊，真係佢仲要係跟足啊，邊一分邊一秒去過架車咧，大家都留意埋啊，輪呢個 MV 輪到係有咁誇張？有嘅有嘅，因為過雙白線。Sorry， 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三二一 ，Yeah。OK， 幾大力啊！你覺得自己是不是一個衝動的人呢？邊方面衝動？你講緊佢，因為佢笑到咁樣係有啲唔係啊，唔係啊，好相反地，我係成日覺得自己有拖延症。我都係、而唔係衝動。衝動衝動地拖延㗎，但係。即係你嗰個拖延，諗完個 idea 出嚟之後，好，我衝動啦，我唔做咁樣，衝動地唔做，係我擺明一邊先咁樣。我啲衝動都好理性，即係例如我以前係咪先理性，好理性嘅衝動，係啊，衝動有得理性嘅咩？有㗎，即係你諗多咗一下，嗰下其實就唔係衝動啦，係咯，嗰一下係衝動嘅，但係我哋
去有用理性的方法去實現它咯。這個算不算是為自己的衝動而補鑊呢？所以我要做好件事，令我的衝動不要成為一個錯誤。是啊，是啊。咁你嚟緊呢個 show 就唔係衝動嘅，嚟緊呢個 show 唔係衝動，唔算，都 plan 咗段時間嘅。衝動嘅，Kiri 可以係衝動，但公司就唔衝動嘅。OK， 唔衝動，理性交俾佢哋，係去消化翻你嘅衝動。係 OK， 總之嚟緊呢個 show， 你係有一個好好嘅安排，都好曬一個靚嘅 rundown， 去招呼好曬大家每一位入場嘅觀眾。但大家都是冇得買飛噶啦，佢爆曬已經係，恭喜曬呢個位飲一杯先，恭喜曬呢個 show 爆曬 ，yeah， 3、2、1，哎呀，如果唔叫呢個英文名，你會想叫啲咩名咧？即係中文名，即係我要咩啊？唔係，即係你如果唔叫 Purity， 你會叫啲咩其他英文名？你會有啲咩英文名 ？OK OK， 哇，呢個好笑啊呢個。你可以叫翻我中文名得咁，其實我日文名係咁讀嘅咁樣。Kiwi Tea 係咪關於你中意食奇異果？唔係，其實係我家姐改嘅呢個名字，因為佢總之 long story short 就係佢以前讀 English 嘅時候有個 character 叫 Kiwi， 佢覺得幾得意。有冇諗過咩英文名？既然呢個英文名係家姐俾你，有啊，我其實一直都好想叫做 Jamie， 因為我覺得 Jamie 呢個名好中性。男仔又得，女仔又得。3、2、1。哎呀，宁愿做小人欣赏但系自己满意嘅作品，定系大受欢迎不过自己又唔中意嘅作品呢？哇！你呢个答诶呢个问题，我想两样都有。你中意嘅音乐类型阔唔阔咧？首先，其实就香港嚟讲唔阔嘅。如果我净系可以拣一样，咁我都会觉得系小人。我想做小人喜意但是自己很喜意的音乐。如果有首歌你遇到啊，公司说哎，首歌很适合你的，这样唱了就一定啊横扫晒啲奖啊，流行榜全部都是你的名字啊，这样。但是首歌不是你的 style， 你 OK？ 我要看看可不可以将它变成我的 style， 因为有时候有些歌呢，你听 demo 好像哇好唔係自己喎，但可能你重新編過佢咧，又 OK。喂，而家新呢首算唔算？因為新呢首就唔係你作曲，係你編曲噶嘛。係。呢首歌係算唔算？不如你介紹埋啦，介紹埋啦。新呢首歌叫做《傷心的時候別說話》，咁就我冇份作曲嘅，係 Jay 風同埋Gareth 作嘅。咁但係其實我嗰個我冇作曲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佢哋個 melody 同埋可能因為 Jay 同我嘅 musical influence 好似啊，所以其實冇乜嘢我需要再去 co-write 去將佢 fit 落我度。咁主要係因為咁樣，但係我覺得編曲上都係幫我去將一啲我平時唔會唱嘅風格咧，將佢拉近自己多啲咯。咁通常如果可以用呢啲方法去做嘅話咧，我其實通常都 OK 嘅。所以下一題。好，二三。Yeah。請你用五句英文去形容對方。五句英文形容對方啊？句啊，唔係詞語啊。Kiri is a beautiful lady. She is a good singer. She is a good songwriter. 咁行嘅？唔行啊！你講。Hot and sexy.又唔要行，又唔要行，又唔收货。呢个仲行？仲行啊！我即系一街都系咁样讲你啊嘛。咁啊。My upcoming concert is a very ridiculous concert. I'm really bad at talking. Okay. 咁所以我哋今日呢个形式，希望系超住咁样倾嘅时候咧，已经系令到你放松啲。呢个奇异果汁帮到好多。咁就太好啦，咁就太好啦。Yeah. 好啦，多谢晒 Kiri， 你嘅演唱会顺利。Yes， 拜。嗱，试下攞翻个我个 key 先，我今日把声有少少萌嘅，因为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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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好紧张。喂，大佬，我未试过喺镜头面前咁样要哼首歌，仲要喺个原唱人面前。